啊，我们不玩等一下。看到叶元之请来电影画师特制的赵少康看板，本人毫不客气，先打枪。像那个白先勇嘛，哦，头发可以多一点。我头发多一点。反正名字在那里嘛，哦，知道是我嘛，哦。现场验收，赵少康自己也歪楼。对比他口中的白先勇，网友们觉得更像艺人康宏，或者是柯文哲包妹柯美兰，就是不像赵少康。连民众党上一届要选板桥立委的吴达伟都来踢馆。大家会有点难过啊！我想说，你这都放上去了，干嘛把它涂掉？对柯文哲来讲，我们在板桥几乎基本上是没什么看板了，啊。